经过大概7个多小时的这个飞行之后呢，我们是终于到达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坐车前往我们这一次跨国新闻行动的第一站，那就是西港特区。一带路我们整个国家就变化很大的发展，就是说工艺啊、桥啊、什么其他的等等，就很多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中国来带我们柬埔寨的国家一带路给我们发展。我当了6年司机，过去开车从金边去西哈努克要5-6个小时，现在有了京港高速只要2个小时，真的非常方便，很感谢中国的朋友。